街上吃个榴莲啊，就这一小块60块钱。本来不想录视频的，我老公非让我录一个，他说要不然白吃了。哎呀，就这个味儿真熏呐！开始了，小臭，我个双击关注，双击关注一下。两个可爱的小狗，两个肉松的，眼睛掉了，戴这是酸辣粉跟宿舍阿姨借的热水，还有我室友的牛肉干，麻辣的。完了，马上直播进来吧，8:30准时直播。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已经在直播了。今天吃凉皮儿。